是万小莎莎陪我们来吃自助餐哦。新台币200元的自助餐，可以吃到这些东西哦。啊，主餐就是这种南瓜鸡肉炖饭、红酱海鲜意大利面、沙拉、酥皮浓汤、罗宋汤、水果都有4样哦。然后炸物、吐司。3款口味：草莓、奶油、大蒜，耶、就已经吃不完了。这边还有一堆饮料，也是无限量供应哦。最基本的红茶，超赞的。现在中午就很多人了。而且是平日哦。鸡哥、勇敢牛牛、露露猪全部都来了哟。因为我们餐点里面就会有鸡肉、猪肉跟牛肉，尤其是这一个罗宋汤必喝哦。里面有猪肉跟牛肉、白萝卜、红萝卜，还有番茄的味道哦。酥皮浓汤也是必喝哦。平日不限时，要好好大吃一顿哦。吃现烤吐司要来上一片哦。今天的水果有百香果、柳丁、葡萄、香蕉。炸薯条是梅子口味的哦，可以不用沾番茄酱。有毛豆、小黄瓜、木薯芽、高丽菜丝、紫高丽菜丝、葡萄干、火腿丁。酸菜，附的是千岛酱。哇，
它的海鲜意大利面哦，在补新货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去抢，孔雀蛤啦、虾子啊，全部都会补上哦，而且一下都抢光光。太赞了，自己家海鲜。虾子好新鲜哦，哇，珊珊也实现了他的海鲜自由，还有葡萄自由，超赞啊。不过就是这样子，超赞哦 ，so nice！ 哇，一定要喝他们罗宋汤哦，满满的料哦，接着葡萄跟柠檬两种棒棒冰哦，这种棒棒冰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了。这边还有小美冰淇淋可以吃哦。